报告文会出席委员无缘一组法定人数。好，我们现在已经达到法定人数，正式开会。那但是我们要加邀几个单位哈，有关那个刑事国际组织还有这 IS 的问题哈，我们要加邀那个国安局，还有刑事警察局，还有环保署的单位过来哈，环境保境保护署的单位过来，过来之后我们才正式开会，现在先休息。
我们现在休息完毕，我们正式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的会议记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9月29日星期四上午9:04至12:25，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蔡适应等11人，列席委员郑天才等34人，请假委员刘世芳，列席人员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吴欣欣及所属人员，行政院主计总处专门委员曾焕栋，主席吕召集委员玉林。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吴欣欣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吴欣欣报告，委员蔡适应等12人质询，均由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吴欣欣、常务副委员长吕元荣、综合规划处处长荣佑娥、侨民处处长郭大文、侨教处处长张景南、侨商处处长汪树华、秘书室主任黄克忠、主计室主任陈瑞美、华侨通讯社社长陈义芳及财团法人海外信用保证基金董事长林宝熙等及其答复。决定：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侨务委员会于1个月以内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附之本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所定。三、委员马文君等3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三、处理院会交付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侨务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等2案。一、国内庆典活动接待服务编列28673000元，冻结500万元案。二、侨民及侨团联系服务与接待编列1亿116万7000元，冻结300万元案。决定：以上2案报告完竣，同意动之，并提报院会。以上宣读。在场委员对这个议事录有没有异议？好，无异议。那请议事人员宣布今天的议程。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邀请外交部部长李大为、交通部次长率民用航空局局长、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报告，我国无法参与第39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因应作为、会外参与成果及未来我国参与国际组织之策略，并被质询。以上宣读。好，我们先介绍在场委员：蔡适应委员、徐志荣委员，然后介绍与会的单位。我们外交部长李大为，李部长，还有主任秘书张文良，领务局局长陈华玉，亚太司司长陈文仪，亚协秘书长蔡明耀，亚非司司长陈俊贤，欧洲司司长高安，北美司副司长徐佑典，拉美司司长曹丽杰，调法司司长丁乐群，国主司副司长王良玉，国经司副司长黄君耀，研社会主任介文吉，人事处处长郭树清，秘书处处长李方成，礼宾处处长张云平，主机处处长张玉燕，资电处处长李志正，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的副执行长沈文强，公众会执行长王佩林，还有与会的交通部常务次长范子谷，还有民用航空局的副局长何淑平，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林正义，企划处的处长胡爱林，内政部警政署刑事局国际科的科长李维浩，国家安全局的第3处的处长黄玉顺，
环保署的单位现在正在来的路上。我们现在就先请我们的李部长针对五天的议程做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拓展我国国际参与空间一直是我全体国民的共同期盼，也是政府既定的政策与长期努力的目标。ICAO 大会于本年9月27号到10月7号到在加拿大 Montreal 举行，我方曾于事前依照规划积极透过各种方式积极争取，欲请 ICAO 接纳我国的专业与会，可惜 ICAO、最终因为政治因素未邀请我国出席，政府曾经表达强烈的遗憾与不满。本案推案过程，本部因应作为以及会外参与成果等，在本部的书面报告中都已经详尽的说明，在此不容不再口头赘述，以下仅着重在未来我国参与国际组织的策略提出口头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请翻到第十页，展望未来，我们要掌握动能，横着局势，调整步伐，以务实专业的做法继续推动国际组织的工作。不可讳言，由于近年我国参与 ICAO 案以及 NGO 案以及参与 UNFCC 案的发展，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对我国的国际参与的打压已经由往年私下的运作转而浮上台面，全力防堵，此为长期以来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现实。未来类似的挑战与困难恐怕将要继续持续出现。身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积极地寻求参与国际组织。外交部就拓展我国国际参与责无旁贷，也会致力将挑战化为机会。所以横着情势，检讨我国的相关做法，这个调整脚步，继续与朝野各界共同努力。未来本部将在已经累积的动能上，继续与朝野各界、友邦以及理念相近国家共同努力，积极推动参与国际组织的工作。首先，政府将掌握今年推案累积的动能。今年我们寻求出席 ICAO 大会，虽然受挫，但是过程中间全力以赴，透过国际的洽注过程，全球各重要的民航国家以及各界人士已经更加了解我国参与以及对于维护全球飞航安全的重要性。美国、欧洲重要国家、日本、我国友邦以及国际媒体都透过不同的形式表达对我国参与 ICAO 的支持，也为我国后续推展累积了重要的动能。第二，我们也应该正视我们所面临中国大陆的压力。中国大陆长期以来基于一中原则，对于我推动参与国际组织以及拓展国际空间的施压以及防范从未减少，甚至在我国已经参与的国际组织也极力寻求缩限我国的权益，希望在国际间行塑造台湾参与国际活动需要经过中国大陆同意的印象。尤其近年来中国大陆积极争取国际组织要职，中国大陆籍人士担任国际组织职员比例也上升，以至于对于各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日增。由于中国大陆阻扰我国参与国际活动之作为，可见中国大陆是以它上升的影响力遂其单方的意志，而非以全球福祉为考量，国际社会已经开始注意这个发展。第三，中国大陆以政治框架借口打压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做法，实在无视台湾2300万民众作为国际社会一个分子的基本权利与义务。我们政府一贯认为，两岸间的分歧，双方都有责任，共同努力化解。中国大陆现阶段的作为，并没有助于两岸关系的正面发展，也与其所宣称的推动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背道而驰。因此，第三点，我们会继续促请理念一致国家向国际组织表达我国与会的必要性与急迫性。WHO、ICAO、UNFCCC 与 Interpol 等国际组织及机制所处理的全球性议题，均攸关全人类以及国人的福祉。台湾参与相关机制会议的贡献，也可以作为全球治理做出利人利己的贡献。我们不会也不应该在这些议题上的处理缺席。政府将持续与理念一致国家密切联系，横着主客观条件，促使各国即兴组织正视我国纳入相关讨论的重要性与急迫性。第四，我们要持续扩大专业参与，深化以及广化我国与各国际组织的连结。国际组织的参与为一长期的工作，它的核心在于展现它的专业能量，以彰显我国参与与国际社群间的互惠互利。例如，我国自民国1980年加入 APEC 以来，就是以 APEC 建设性的成员自诩。经过多年的耕耘，我们在这个卫生、中小企业、缩短数位落差、妇女创新以及经济紧急灾害应变以及农业等多项议题的进展，都被亚洲区域各国所肯定，并且主动寻求与我国合作。此一模式，当为我后续推动参与国际组织的重要范例。本部将持续与国内专业主政单位加强联系协调，强调专业贡献以及专业讨论。除将继续推动有意义的参与我尚未参与的主要国际组织外，也将积极强化与已经参与的国际组织间的各项合作关系，深化广化我国在专业议题上与国际社会的连接。第五，当然我们要凝聚国内共识，善用全民外交。依循前述推案的整体构想，本部后续将与相关部会共同考量我国参与地位、参与身份以及参与权益等因素，针对不同的国际组织研定务实可行的推案目标。也将持续与朝野各界以及民间团体妥善沟通我国参与各项国际组织的推案做法，以凝聚国内共识与支持，使得各项推案工作达到加成效果。感谢大院委员长期以来透过国会外交为我国国际参与注入能量。接下来请各位委员给我一点时间，分别说明近期重要国际组织参与的个案。第一， APEC， 我国作为 APEC 的正式成员，长期以来积极参与 APEC 活动，也充分运用我国的产业优势，在各相关强项领域与各会员体合作，深获各会员的肯定。今年到现在，我国相关部会出席各层级的 APEC 会议期间，主办会员体秘鲁都按照 APEC 惯例平等待我。我方也多次促请秘鲁政府于今年11月 APEC 领袖会议召开期间，务必按照 APEC 惯例，以尊严平等的原则待我，提供我与会代表以及代表团以及其他会员的公平一致的待遇，已经获得这个秘鲁的正面回应。目前我国参与领袖会议的各项规划都按照既定的这个工作时程办理中，政府当持续密切注意各环节的安排，以符合我国长期参与的利益。第二，国际刑警组织 Interpol。 美国奥巴马总统在今年3月19日签署法案，透过立法程序支持我国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国际刑警组织。此外，许多美国行政部门官员，比如美国国务院亚太驻厅 Daniel Russell， 也都曾经公开表示美国支持我国参加 Interpol。 另外，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龙近期也曾经为我致函美国国务卿 Kerry， 这个促请这个行政部门尽速协助我国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今年的 Interpol 大会。我政府对于美国行政与立法部门的支持至为感谢。Interpol 今年大会是在今年的11月7日到10日在印尼举行，本部以及相关单位正在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希望争取以观察员的身份获邀参与。但是，依据 Interpol 的规定，观察员邀请
必须先经过该组织的执行委员会通过，再由秘书长以及地主国共同洽邀。而执委会的这个决策方式为简单多数决，但是国际组织对于较具争议的敏感事项，往往倾向于多做协调，避免尽付表决。考量中国大陆为执委会的12个成员之一，而执委会中间好几个成员跟中国大陆非常友好，或者他们会顾及中国大陆的态度，所以今年我们的推案实不容乐观。为本部仍将继续洽请理念相近国家支持，争取进展。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 UNFCCC， 今年 UNFCCC 第22届缔约方大会就是 COP22 将于这个今年11月7号到18号在摩洛哥举行。我国的行政院环保署协调政府各单位，以这个工研院。就是 ETRI 的 NGO 观察员身份与会，为我国除持续面临与会名称的问题以外，中国代表团历年在 COP 大会的高阶会议中间都持续发表不由我的言论，导致公约的秘书处从2013年 COP19 开始就减缩我国 NGO 的参与名额。另外，从104年到本年连续2届 COP 大会，我国的 NGO 的观察员以及由我国家他国的 NGO 以及 INGO 合并申请的这个周边会议也都没有获得批准，严重影响我国参与的权益。我国仍应该继续积极参与 UNFCCC 的相关会议活动与机制，并吁请各国要以具体的行动向缔约方大会以及公约秘书表达支持我们环保署成为政府观察员的立场。世界卫生组织 WHO， 我国常年提升国际医疗水准以及防疫疫情等领域积极贡献，获得国际社会的肯定。经过长期的努力，从1998年开始，获邀以卫福部长的率团，以中华台北的名称，观察员的身份出席WHO 召开的每一年的世界卫生大会。WHA， 但是呢，中国大陆对于我国专业参与 WHO 技术性活动或者合作的阻挠未曾稍减，政府仍将在迄今获邀以观察员身份参与 WHA 的基础上强调专业，促请国际社会继续邀请我国出席明年106年的5月22号到31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70届 WHA。最后总结来说，我国持续推动国际参与案，已经促使各国政府以及民间正视台湾在全球性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可以做出的贡献。例如在人道救援、医疗合作、疾病防治与研究、反恐合作以及共同打击跨国犯罪等议题上，台湾通过双边以及多边的合作机制，强化了台湾足以作为国际社会重要合作伙伴的形象。美国亚太驻青 Russell 上周，就9月27号在这个联邦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听证会，又再度陈述台湾在亚太经济和平以及国际人道救援等领域都有重要的贡献，并且重申美国了解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重要性。第二，今年我们虽然没有被获得邀请出席 ICAO 大会，但推案过程中间所获得的国际支持，已经为我国未来参与国际组织的个案累积了重要的动能，而中国大陆的无情打压，漠视了台湾在上述功能组织中的实质贡献。为了要达成这个政治目的，而忽视了全人类的安全与福祉，非但伤害台湾人民的情感，对于改善两岸关系毫无注意，并且已经逐渐累积了国际间的不满与关切。此节，海峡对岸领导人是应该认真思考其中的影响。第三，政府不会因为这一次推案结果而气馁，将持续秉持踏实外交、互惠互利的思维，积极寻求深化以及扩大我国参与国际组织的空间。在努力过程中间，本人诚挚期盼各位委员及朝野各界继续给我们鼓励、支持与指教。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先进，不吝指教，谢谢。
其他的单位有没有今针对今天主题做报告的？有没有？好，我们请交通部的范志。交通部也有一个口头报告，我尽量简短哈。那主席哈，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哈，今天应邀列席贵委员会，就我国无法参与第39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因应的作为会外参与的成果啊，以及未来我国参与国际组织之策略啊，提出报告。那第二点是交通部无法参与第39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的因应作为。国际民航组织是在1947年正式成立，为联合国下专业性的机构之一。该组织之目标是透过各国间的合作，达到民用航空安全、有保障以及永续发展的成长。国际民航组织每三年召开一次大会，讨论民航各项的议题，以制定世界各国所共同遵循的规范跟标准。飞航安全是民航发展的根本，我国所管辖的台北飞航情报区位处东亚空运最忙碌的地区，去年提供超过153万航管驾驶的服务，往返或经停台湾的旅客高达5800多万人次，为全球空运网路不可或缺的一环。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相关活动，可以对其达成无缝天空的目标做出具体的贡献，因此我国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具有正当性跟必要性。在推动参与国际民航组织过程中，外交部是负责整体政策推案的规划，交通部跟民航局则负责专业技术层面的事宜。为了共同推动参加国际民航组织第39届大会，交通部民航局密切配合外交部推案的规划，撰拟相关的专业说帖以及本部这个贺陈部长的专文等资料，臂力协洽这个友邦以及由我国家的支持跟协助。专文的部分并已经在加拿大、日本以及菲律宾等国家的相关媒体披露。此外，该局亦积极就大会所讨论的各项议题资料预作准备，并于今年的8月4日致函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主席，表达参与第39届大会的意愿，同时积极寻求友邦以及由我国家的支持跟协助，唯最终未能获邀与会。在外交部的安排下，交通部仍由民航局派员前往蒙特楼，感谢友邦及由我国家对我国的支持，并进行相关的专业的交流。第三，会外参与的情形以及后续推动的策略。交通部民航局抵达蒙特楼后，即积极依据外交部及驻加拿大代表处之洽排规划及安排，密集与超过20个友邦及由我的国家组织等，以各种的方式进行互动交流，当面感谢对我国参与国际民航组织推案之支持。该等国家均认同无缝天空的概念，认为国际民航组织是一个专业国际民航技术的组织，不应该受任何的因素的影响而排除我国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交通部民航局强烈感受到国际间对我国参与国际民航组织的诚挚支持，除了感谢其协助以外呢，也表示后续我国仍将持续的努力争取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希望各国未来仍续以给予支持。此外，交通部民航局亦与相关国家就民航专业的议题进行会谈，使各国更清楚我国航空运输的整体状况，也借此了解各国在飞航安全管理、飞航服务、保安等各方面的规划与作为，分享民航领域专业的经验，并建立后续交流以及资讯分享的联系管道，期盼双方空运关系有进一步的合作跟发展的机会。另外，交通部民航局并出席9月29日驻加拿大代表处举办的酒会，驻加拿大代表处代表以及交通部民航局先向与会贵宾表达诚挚的谢意，并希望持续的支持我国参与国际民航组织。与会之友邦代表亦分别上台
表达对我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坚定支持之意。未来交通部及民航局仍将配合政府整体的政策，持续争取专业、务实、有意义的参与国际民航组织相关的活动与机制，包括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亚太区各项民航技术会议，以及取得国际民航组织安全网站Secure Portal 之专用账号等等。最后是报告结语，飞安是没有国界的，维护飞航安全更是交通部及民航局首要的目标。所以除了持续的参与国际民航组织会议活动以及机制外呢，亦将致力维护高标准的民航管理措施，以符合国际民航组织要求的飞航安全、飞航保安以及环境保护的标准，确保台北飞航情报区的飞航安全与服务与国际接轨，以便提供这个旅客更安全、更便捷的这个民航服务。以上报告啊，敬请各位委员不吝指教，谢谢。其他单位有没有补充报告？好，啊，我们请陆委会。我们要感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邀请，也要感谢招委来召开这次的会议，来讨论我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策略。陆委会在整个国际民航组织的过程里面，参与的部分，包括相关的规划，还有之后应处的作为。第一项，配合国安高层召开跨部会的会议，研议我方的策略，也参与的多次的工作层级的会议。第二个，就是第二项，向中国大陆、向对岸表达我们愿意务实的沟通，而且强调不要因为政治的前提让台湾无法来参与国际民航组织的大会。第三，向中国大陆来表达有关于政治的干预导致我们这次没有办法与会，政府表达严正的立场，我们不满，所以我们发表了这个严正的主张。再来跳过有关于中国大陆的回应，还有国际社会的支持的这个部分，我们直接到这个未来我国参与策略的建议。第一，陆委会持续呼吁中国大陆致力于两岸良性的互动，透过沟通对话化解双方的分歧。蔡总统在今天在华尔街日报的专访，同样的希望两岸能够持续的对话，持续的来降低紧张，化解双方的分歧。第二项，陆委会会持续的审慎的研判中国大陆后续对台湾策略的作为，保障国家尊严跟民众的福祉。中国大陆正面临到一个内外群部如何稳定跟权力巩固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在未来不排除有任何的挑战，但是我们会持续审慎的研判。第三，陆委会还是会积极向国际社会来说明政府在两岸政策跟国际参与的立场，来争取各方的支持。国际民航组织的参与或世界卫生大会的参与，这些都涉及到人类的安全，包括个人的安全，包括飞航的安全，也包括卫生医疗的安全。国际的参与是我们的权利跟义务，台湾不应该因为有任何的因素被排除在国际组织之外。我们希望中国大陆也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共同正视这个攸关台湾还有人类安全的重要议题。以上的说明敬请指教，谢谢。我们现在国安局还没有到啊，塞在中南北路，还在说大概多久？塞在还有大概半小时，还有再半小时。
那我们进行询答开始哈。本委员会的委员是10+2，那非本委员会的委员是8+2。在10:30，我们发言登记截止。我们请李林委员。谢谢主席。我们先请外交部长、警政署的，请李部长。警政署的李科长。请警政署李科长。刘委员早。部长，针对于我们国人有69位被 ISS 的反恐组织列入绑架的目标，这个讯息你知道吗？我知道。你有去查证吗？我们是6月29日收到驻英国代表处的电报，因为这个四色情报事务，所以说我们在30日呢就函送了跟情报相关的国内5个单位，请他们来查处。你都已经知道这个讯息。是什么时候知道的？29日的电报，我们通常收到是29日下午吧，你是说9月？6月。6月29日。好，那警政署，你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掌握的？就是那个有关 IS 名单。目前我们还没有掌握。你还没有掌握？是。也没有看到报纸登出来，你也没有确认这些名单、这些情资是不是正确？因为媒体才刚才这个，我们才这个从媒体这边得到这个讯息，我们有在查证中。所以这个资料名单回来是从我们外交部、我们英国官方给你的密件过来的吗，部长？我们没有把握那个是密件吗？我们没有把握那个件。你怎么接收到这个讯息？我们的外管报回来的。外管是警政署派去的相关人员回报回来的吗？伦敦大都会警察局提供。那是真，那是真啊？是真，伦敦大都。来，您说。我说市长。报告委员，那是伦敦大都会警察局提供给我们外管，我们外管通常外管的刑事派过去的驻管的人员，刑事警察局的驻管人员回报回来的密件是不是？不是，这是我们外管的同仁，然后外管以电报密件来报部，我们部里面也 SOP 以密件来处理，提供相关的各机关。对，讲得非常清楚，密件一直都用密件处理。为什么这名单会泄密？在哪里关卡泄密的？这个我今天早上也跟国安局的杨局长通过电话，国安局杨局长他们也会进行调查，因为这一件公文是外交部收的，但是我们另外也分转5个其他的情治单位，所以目前有6个单位这个有这个资讯。所以我们外交部这边，你知道这个讯息之后，你的因应呢？警政署我们这边的因应呢？这个名单的确认如何在我们的出入境的管理来处理这件事情，尤其是针对这个反恐组织在台湾有多少人，有现在名单出来了，这个人数有没有在增加，我们有没有掌控到这个人员在我们台湾活动的情形，有没有？这个我先来回答一下啊。第一个，对于这个样东西的真伪啊，说老实话，外交部没有能力啊来查证，所以那又第二呢，因为这件事情所涉及的是情报业务，那外交部并没有执掌来管理。我知道，所以我在问警政署，才管这五个单位呀。警政署、国安局，因为还没有到现场，他是在慢慢走啊，走那么早，走那么久啊。警政署，你先说。是，报告委员，那如果是有关于这个反恐方面的议题啊，我们警政署一定是非常重视。有掌握吗？人数有没有增加？
目前这个资料我们在刑事局这边并没有这个这一份资料，还没有得到这份资料，我们还在就媒体的部分我们在了解这样子。好，这是我们知道 ISS 这个组织反恐组织，它是针对要钱要取财，所以我们也针对这个69个名单里面，一定要去过滤，特别就所有的防范跟保护措施，我们都要一定。可以完全掌控，好不好？好，那你先请回，等会国安局来，我再问他这个问题。部长 ，IKEA 没有参加，没有参加。你当初的乐观变成这种情形，变成场外，我们在联合所有的我们的友邦，跟我们联署也好，来支持我们也好。可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你的乐观是因为美国、欧洲，甚至加拿大，加拿大的人，加拿大主席，通通都支持我们，所以你乐观。所以你有掌握状况吗？还是你自我感觉良好？我没有掌握。9月24号之后，你才震怒开个记者会，美呼啊啦。我们有掌握状况，我们当初的乐观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这个最后的结果，我想大家全国人民都非常的难过、失望。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据中国大陆，他也是有支持我们参加 IQ， 后来才会反对打压，我们没办法参加，是这个状况吗？对不对？中国大陆呢，目前也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了。这个所以说是也有各种不同的声音，所以在这种情形，就是因为两岸关系本来是都有互动热线，现在完全断线了，才会让部长在我们的国家在走出国际的这个外交情形下非常的困难，才要让你到国外去安定我们的友邦，能够为我们发声。但是今天你们的场外。你也说了，他们都有帮我们联署，要支持我们，结果也没有为我们发声。在这种情形之下，未来我们要参加其他的世界组织大会，从 WHA 开始，一直到现在的 ICAO， 到后面刑警组织大会，还有未来的我们经贸这个合作的会议，这些你要怎么做好准备？你要怎么去参加？甚至于。这个刑警组织大会啊，7月份就要申请了，你也错过时机了。不对，那市场是6月，那你也错过了、啊。也不对，这个事情呢，因为我们呢不能够自己想就要去做，一定要跟相关可能会支持我们的友邦、理念一致国家协调，才能够有所动作，否则的话，这个。对不对？这个结果更是明显。所以你面对这个世界组织这个会议，我们都没办法参加。尤其这一次的民航，这个针对于我们这个飞安的安全、这个资讯、这个交流的平台，这样在保障我们的安全，我们都没办法参加。那未来更多更多这种世界组织的大会、这个缘由只有一个，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了，是不是？就把政治力带入这个。对于安全、对于人类的福祉有关的这个，所以外交困难啊，部长，你这样子劳累奔波，遗憾再遗憾也没有用，干脆就赶快擦擦汗，把汗擦擦掉了。谢谢。要不然你这样子安定我们22个国家，这样轻跑跑断腿也没有用啊，你抵抗不了啊，外来的这个压力啊，对不对？这个。所以部长，我知道你们努力的结果，不好嘛。状况永远没办法掌握，所以我请陆委会副主委。委员好。副主委，我们现在从热线到断线只能够靠传真机去传达吗？没有任何的回应吗？你有没有准备任何怎么做？还机会跟你们陆委会有什么功能性在发挥吗？我们还是持续透过间接的管道，双方尽管没有热线，不过我们把我们的意愿、把我们的想法、把我们的方向、把我们的做法，都会透过陆委会
跟过去的国台办之间的联系，让他们知道。你们讲的哦，今天的所有的报告都是空话。你们承认九二会谈的事实？你如果现在不要用九二为前提来跟他们讨论，你也找一个对策，一个对话的机制的论述，才有办法谈。你有找到了没有？你要怎么跟人家谈？我们当然透过不是只有两岸之间，当然 也有可能透过学者，彼此之间的联系，然后透过中国大陆的学者到台湾来，哦，然后透过在第三地，全部都透过。那你入围要干嘛？就是没有功能啦，海基会也没有用啦。我们是在一个，所以你们态度很重要，你们积极去 得到大陆的回应。你们说一开始的善意，再大的善意没有用啊！这是国家的安全，我们走国际被打压，如何有一个能够有效的对话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陆委会，你们的功能性还要拿出来，如何去论述、去谈话，才能够让我们能够更前进，可以参加这个世界组织的大会，才能够让我们外交部有力量去抵抗，对不对？是，谢谢委员。那接下来我要再问部长。是。现在，因为我们外交一直困难，是我们看到的，就是22国你在奔走当中，之前我们咨询也都问到你，稳定吗？乐观吗？现在你有没有掌握到现在有一个梵蒂冈啊？据我可靠的消息说，现在梵蒂冈跟大陆已经在做一个细节上的讨论，他们的大使已经在那边做一些建交合作的一些事务的讨论了。你知不知道？据我们的了解呢，他们教廷跟中国大陆方面的对话是在于宗教议题上的对话，教仅此而已吗？我至少教廷是告诉我们是这个样子的，而且我们想神职人员大概应该，你是完全没有掌握，他是去掌握梵蒂冈是去跟大陆在谈这个怎么样去合作建交合作的一些细节，这个宗教只是他要完全，他是宗教的一个代表，他要完全去掌握进去中国大陆，所以我提供你一个讯息，你完全没有掌握到，你是外交部，所以我问你一下，你知道他现在搬家了吗？因为他那个大使馆搬家了吗？爱国东路的那个房子他要改建变成大楼，所以他暂时先借居到，他原来是有挂牌嘛，大使馆有挂牌，对对对，那搬到新家去有没有挂牌？新家因为还是不仅不是他只有他独自使用，还有别的住户，所以他没有挂牌。可是他要挂出一个，这里就是梵蒂冈在台湾的大使馆，他现在挂的是什么？他们国家的国徽耶。那个这可能准备不要跟我们合作了吧？我们司长告诉我说是在这个大厅里面有挂他的馆牌，那他最后的决定他不会在这方面呈现出来，他跟中国之间的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谈判呢，已经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而这个在我们的了解，在短期之内也很难达到一个确定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部长，梵蒂冈，你平心而论，是不是跟我们可能会断交？目前不会。你肯定？你还是这么乐观？对的，对。那叫请你好好的掌握。再接下来，我还要再追问一个问题。好的。南向政策是，塑钢，塑钢的问题啊，在第一次的时候死于事件，对，结果查出来是下游厂商的错。还是开罚了台塑，对，结果不到一个月以后又发生了，对，就是污水的问题，是，也是下游厂商的问题，是，也被开罚了，是，就是王文渊过去就被软禁，就是开罚，而且还有签个合约在那边，是不是？所以这种情形之下，作为我们台湾的企业到越南去投资，而且一直被当作是凯子一样。去开罚，不去罚下游厂商，而去开罚到我们台塑，
我们的南向政策能没有办法保护到我们的企业，这个是乐观的吗？我想这个我们南向企业这个新南向政策才刚刚开始起步，可是可以说是在2014年越南的排华的暴动，对，你们应该知道啊。那当然，那现在的新南向也是一样啊。我们新南向对保护企业也不，你们有没有做好这保护的措施啊？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提供这个所有我们可能的范围，比如说像前几天这个被包围的事件，我们马上这个驻业代表处呢就打电话给公安部。可是这不是一个个案，一再发生就不是个案。你不能用个案来推脱，来保护这个新南向政策可以继续执行的。不，新南向政策不是只有一个国家了，我们范围相当的大。那当然是这样子。我们说整个新南向，包括甚至东亚，还有这些纽澳都一样。对。我们要了解，我们可以在那边帮助企业在那边生存。所有我们的不管是法律或者我们外交，都要去保护。是的。是不是？当然，这是我们的责任。不要再一直在遗憾，掌握现况。陆委会也是加紧脚步，也是要在帮忙我们的外交不能再受打压，一定要对话的一个论述去谈，才能够让我们的外交不要在这个困境。我们政策一直在反复的话，像今天早上真的是民主支持啊！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不要再有法家湾政策，好好用好的政策来为全民谋福利，不要再用意识形态来治国。是，谢谢刘委员指教。好，谢谢刘委员，谢谢部长。我们接着请林长佐委员，林长佐委员。我们请李部长。林委员早，部长。我想最近大家很多人，包括很多舆论也都在讨论，其实整体外交政策的布局。那从今年的 WHA， 再到这个 ICAO， 再到未来的这个 Interpol， 我知道我们的外交部的同仁都会很努力的，希望能够让台湾有参与的这个机会。不过，我想还是要回来去更进一步的讨论，我们到底布局的策略是什么。所以，我想我们这边先确认几个定义，不管是前政府谈的这个务实外交，或是现在谈的这个踏实外交，这个实，我们常常在讲实质参与。到底什么是实质的参与？对部长来讲，您最简短的方式，所谓实质参与也者，也就是说，在不能够作为正式会员的状况之下，我们实质参与技术性跟功能性的讨论。那现在我们也常常用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有意义的参与。对，那这个跟实质的参与的概念是一样的。概念是一样的。那什么是无意义的参与？我想就是根本不参加，当然就是无意义。哦，那是不参加啦。有一种，既然有意义的参与，可能也有一种是无意义的参与啊。对，哪一种？你认为怎么样是无意义的参与？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只有有意义的参与，我们才会把我们的力量资源投入在里面。我相信这个对部长来讲可能也没那么好回答，到底怎么样叫无意义。但是我想对国人来讲，因为经过了这一连串，那台湾在外交在国际上面的尝试以后，很多事情很多定义开始模糊。哦，有意义还是没意义，拼尊严还是拼实质，这些定义越来越模糊。所以我想我以奥运为例，那我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到底为了什么事情在努力，我们到底在拼什么，能够重新在精准一点。我们如果以奥运为例，我们现在是被矮化的名称在参与嘛 ，Chinese Taipei， 我们拼不到这个该有的这个国格跟尊严。但是什么叫拼实质？我想这个奥运就很精准了、啊。我们的选手可以进去比赛，能够得金牌。我们的选手在那边得到的金牌，跟别人得的金牌比起来，我们是一样大，一样重，对，不会因为我们的名称被矮化，我们的选手就不能进去比赛，是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优秀的选手在里面可以实质的参与，可以有好的表现，而不是只有在开幕、闭幕的时候哦进去亮相一下。所以这就叫实质参与嘛，对不对？正确。所以四年之间，奥运、国际奥会的相关会议，
台湾的代表，台湾的这个奥会也可以去参与，有参加决策、参加会议的讨论，这叫实质参与嘛？是的。所以我想这就很清楚。我以奥运为例，或以 APEC 也是一样的概念嘛。奥会啊，这个 APEC 我们的名字是这个台澎金马关税领域。对的。但是我们在里面可以实质参与。对的。除了每年的这个领袖会议以外，每年的会议中间相关的这个会务，我们都可以参与嘛？对的。所以这就是实质参与，对不对？对。那 WHO 跟 ICAO 呢？我们是比较没有像 APEC 一样成为一个正式的会员，所以我们的参与的程度呢，是相当程度了受中国大陆的压缩。所以我要提醒，就是并不是我们在参与所有的国际组织都是一样的。那在这边我们也要对国人有清楚的交代，因为过去这个把参与 WHO 的这个每年的大会，所谓 WHA 以及 ICAO 都把它当成实质参与的成绩了。我们如果看前政府曾经给的这个报告的话，他都把它当成实质参与的成绩。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刚刚回推奥运的例子、APEC 的例子，那个就是没有实质参与嘛。WHO 跟 ICAO 就是没有实质参与。我们 ICAO 或是 WHO 除了每年去讲那五分钟的话以外，年度跟年度之间所有的会晤、表决、决策，我们都不能参加嘛。但是我们有参加很多专家型的这个讨论会，那就是非政府、非正式会员，是等于是一个 subgroup 一样。是的，就像我这一次去也有看到我们自己的 NGO、自己的医师团体去的。那个在 WHA 还是比 NGO 要层次要高了，是因为究竟我们还是正式的观察员嘛。对，但是像 ICAO 就不是了，就又更退一步，只是贵宾嘛。ICAO 只是贵 guest， 所以三年以前是 guest。是的，所以我在这边必须要提醒外交部。那我也知道外交部的同仁接着还是会针对明年的 WHA， 针对接着的这些国际组织，我们都会去努力。但是怎么样放置资源，我们不能落入过去在九二共识框架之下给我们的这个陷阱。因为我刚刚就说了，事实上很多这些的参与，九二共识之下的国际参与，它没有尊严，我们这个就不谈哦，名字啊等等都被矮化，就不谈。实质参与也不是像我们刚刚举的奥运啊、APEC 这些一样，我们是真的可以实质参与，所以那个完全是彻底的失败，彻底的没参与，也是彻底的没尊严。然后我们每年还放那么多的资源去拼那件事情，这个我觉得要重新评估它的重要性。还有方式，例如说民间团体最近也有开始提嘛，我们是不是有别的参与的方法，例如说正式提出申请等等的方式，这个都要列入考虑。我们不能继续把这个过去已经失败的这个案例然后变成我们自己的限制。这个、跟另外一个报告，这个整个的案子，国际参与的国际组织参与是从1992-93那段时间的，那时候我还做北美司副司长，我就参与，我记得。所以浓缩到几个功能性，就是跟我们国家的人民福祉直接有关系的，比如说像这个 UNFCC 啊，像这个像我们现在讨论 WHA 啊什么，都是在那个时候锁定的几个单位。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二十几年来都是朝这个方向。那因为我当时我记得我很没考虑到各种可行性，有些是机会率是几乎是等于是零，那这几个还有一扇窗可以来试一下，所以我们就选了这几个。所以我想我在这边要提的就是说我们在不管说尊严实质上面的评估的时候，那某一些是连参与去到那边可能都没有实质参与的机会，这种我们就要重新来检讨我们资源的放置。那我为什么会提一直在强调资源的放置，是因为最近大家也都在讨论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汉堡啦、挪威啦、关岛啊等等的这些外管可能要撤，这也是因为资源的配置，我们认为说这样子可能会比较节省资源，有效利用。我想如果我们国际组织的参与可以重新评估，这个外管也可以重新评估到底我们的策略是什么。所以我在这边要请这个部长跟同仁准备一份资料给我们。那这个资料会比现在今天给我们的报告可能还要再细一点，但是我相信对我们这个外交国防委员会都会很有用。第一个其实是有这样的资料，我再强调一下，有这样的资料我们在评估这些国际组织或是我们哪些外管，我们哪些国家是我们重点，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比较有这个价值的资料。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世界各大洲对台湾是有友好的传统，实质互动密切的国家，这样子的列表。那我们怎么样评估？不一定是邦交国，邦交国当然因为这个邦交的原因，但其他的国家，再来是世界各大洲目前还跟我们不是友好的，但是我们有潜力跟他增加彼此的关系。那这个有潜力的原因是什么？好，也帮我写清楚。好的，然后再来是一个列表，是把我们现在每年在争取的国际组织，我们不能每就是只要一有国际组织，我们就是无论如何去拼了，然后又在现在的限制之下去做。我觉得要有清楚每一个国际组织，第一个当然是国人很关心的名称的问题嘛，现在叫什么名字？第二个是已经参与的组织，假定像 APEC 这样，我们实质参与的程度，例如在 APEC， 我们或是说在这个奥运，我们是有 full membership， 那这个就 OK。那再来是尚未固定参与的组织，近年来争取参与的方式是什么？然后未来可能的替代方案，例如说 WHA、ICAO， 我们目前的争取参与的方式，那可能的替代方案，以及如果参与不了，我们可以怎么做？例如说，我们是透过哪些国家来得到这些国际的资讯？这个也给我一个清楚的这个可能的替代方案。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针对不一样的国际组织来讨论，而不是全部都放在一起。例如说，我现在再举一个例，我相信部长一定也会觉得是会困扰的。现在大家在讲这个WHA、ICAO 的大会、Interpol， 然后又把 APEC 拉进来讨论。事实上 ，APEC 的状况跟其他是完全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们有一个这样清楚的列表，我们针对每一个国际组织，可以针对那些组织来做策略性的考量。那这样的这个对于外交的处境，才不会把不一样的状况全部混在一起的。是的。那我相信这样子对国人来讲也会比较清楚我们到底的进退的状况。不能参加的这一些国际组织，我们又有哪些友邦，哪些跟我们友好的国家，我们可以透过他们去发表我们的意见。例如说美国，例如说加拿大，例如说欧洲，又可以透过哪些国家得到这些相关资讯，这个我们都必须要知道。好的。好。好，那就这样子，感谢部长。满意答复。谢谢林委员指教。谢谢。外交部林委员要的资料给我们本委员会的委员每人都一份啊。现在请徐志荣委员。谢谢主席。主席，我想先请我们交通部民航局我们何副局长。好，交通部。民航局，会长好，徐委员好。会长，我想请问你，我们如没有参加这个 ICAO 的话，对我们的飞航安全有什么重大的影响？我想飞安是我们向来维护的，我们不会因为无法参加就不去尽力维护飞航安全。没办法参加 ICAO 的原因所影响的是资料准备的期间过短。如果国际的政策要发布一个政策，那我们知道的时候的准备期过短，因为我们没办法参与讨论。一个政策的制定一定有它背后的背景。好，谢谢。会长，请你回去。可以的，谢谢，请回。主席，我再请我们李部长。请李部长。徐委员好。部长好。哎，部长辛苦你的。哎，还好。讲你老蓝男。哦。其实你也不老。没有几个老男男了，你就是三个里面外交的、这个、大概就男士，我是确定的。三个字确定一个字吗？确定一个男字吗？男人的男，这个大概应该男还不能确定吗？老，我也不敢讲你老了哈，那没有关系的，只是要 你，因为你外交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加油，你要挺住啊。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时常人家问我，我答不出来，我答不出来。我想说，部长你可能比较有研究，不敢。我就想请教你，是我希望
你能够答得出来了，因为我都答不出来。很多人问我说，美国总统要选举了，对，我说到底川普会赢还是希拉里会赢？这个问题啊，在这个我好像昨天还是什么民调，好像希拉里有赢5%的样子。对，稍微拉上来一点，拉上来，他不一直在领先的吗？就是比误差范围稍多一点，这是我也看到同样资讯。那你认为谁会胜出？报告委员，这个问题啊，在这个场合我是不宜这个回答，等到这个会后我再跟您报告。谢谢。然后可能也会同样的答案，你也会说不宜在这里回答。我的意思就是说，川普胜出或者希拉里胜出，对我们中华民国台湾谁胜出对我们比较有利？当然这个 Hillary Clinton 呢，因为他曾经做过参议员，在之前是第一夫人，也这个做过国务卿，所以说是我们跟他本人跟他的主要的幕僚呢都有相当程度的交往。而相对于这个川普先生呢，因为他一直都在这个企业界发展，至少我个人是没有见过他，比较陌生。对，然后他也采取比较保护主义。他在外交上的这个测试呢，好像他好像跟也没有太清楚的是哪个人能够代表他。俄国那边可能关系也会比较好。对，跟俄国比较好的话，可能也会跟中国大陆。我想那我倒未必了。他是好像是羡慕普丁他个人的魅力，跟他的这个权力的表现。这样我大概的知道。您的答案了啦，我们没有办法参加这个 IQ， 是可不可以很坦白的讲说，就是因为我们蔡总统没有办法承认九二共识，才会得到没有办法参加 IQ 的这个结果。我想今年的这个交涉的过程啊，真的是相当的这个复杂。而说老实话，大家记得在一个多礼拜以前我还表达乐观的态度，一直到最后几天我才刹车。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中间的一些转折，我们所获得的这个资讯呢，让我们觉得我们还心存乐观。当然最后的结果呢，是我们大家全民都觉得非常沮丧。那我们部长可能有点误判，国安也可能有点误判了哈。其实我是认为这样，我们以后还很多的会议，我们要走的外交的路还很长，包括你有报告的 UNFCCC 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的国际经济组织的，以后的 APEC 的种种。我觉得九澳共识就是我们讲的任督傲脉啊，当然我们也要谅解我们的蔡总统讲不出九澳共识，承认这个九澳共识，甚至于我们李前总统有讲说九澳共识是什么好小威啊，不管有没有，至少我觉得我们的我不说中文了哈，又不要给人抹红了，我们的汉文。我们的汉字，就是汉人的那个汉，是多么优美的，没有办法去想一个我们的蔡总统讲得出口的，对方也听得进去，真正体会出你的善意的。我们陆委会，你现在营营没什么事情啊，你间接怎么样，路线怎样沟通，有没有去研究一下，间接也好，直接也好，有没有跟他们那边的专家学者，你说有来嘛？是不是有去交换一下，到底是什么文字讲得出来的？因为他要跟他的选民交代，我们也知道，那对方也听得进去，说你真正的有诚意的这样的字眼。讲不好听一点，为了你像 IQ 不参加，刚刚也讲对飞航人类的生命可能都有影响，那我不是要
蔡总统承认九号共识啊，就是我刚刚讲的另类的五斗米折腰，就为了苍生百姓，不是要跟中国大陆低头，只是说那些文字怎么样的修好来可以讲，他也听得进去，这样子可以去践行吗？不然这个任督二脉不打通的话，以后的路外交也好经济也好什么都做错了嘛，是不是？不是、啊、你认为呢？可以去找出这样的文字吗？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在努力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始终觉得两岸之间呢还是以和为最重要的目的，双方要没错啊，大家也应该知道啊，多一点智慧，多一点想象力，多一点这个比较那个创造力的一些思维。你那个任督二脉不打通的话，蔡总统不是接受华尔街日报的专访说他在无条件之下愿意跟习近平领导人坐下来谈吗？那个任督二脉没有打通，你要跟人家谈，谁跟他谈呢、啊？我们每次说有准备十八套剧本，我们碰了吃了这个闷亏，也不能参加。我们现在我觉得只有剩下一套剧本而已，就是由我们的总统、我们的院长，甚至我们部长，我们大家表示愤怒。我们表示愤怒。只有表示愤怒这个一套剧本而已。在我们蔡总统九二八发表的民主进步党的这个党员的信里面呢，部长他有提到，我们要力抗中国的压力，这个压力是有政治上的压力，可能也有经济上的压力等等吧。我想应该是多面向的，应该是多面向的哈。虽然我们没有承认九二共识，但是在我们很多的细节上面呢，我领以后也尽量不挑衅我们中国大陆的。但是在九二八公开的信以后，我们外界解读是好像对中国大陆新政府有点对他比较转为比较强硬一点哈。这个强硬一点在外交的战略上，我想请教部长，是不是慢慢就会演变成我们现在的踏实外交，到后来以后的变成封锁外交吗？我想没有这样的规划，也不会有这样的方向。刚刚我们的李委员在问说，我们这个教廷梵蒂冈的这个有点危险。其实我觉得还有好几个国家去年都有为我们发声的哈。一些国家也没有的。其实你部长您讲的目前你讲的都是目前。对，我敢大胆的预言的，如果那个任督二脉没有打通的话，在蔡总统的这个任期内，绝对有邦交国会断交。我想你认同我这样的讲法吗？我想22个位大使和我本人呢，还有外交部的许多的同仁，这个都在为这个事情呢在努力。我们也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这是我们责任，也是我们对于这个国家的一个承诺。当然断交谁都不希望发生的，总归一句，还是那个任督二脉要打通。也再次重复，不是要蔡总统承认九二共识，想个美好的字眼，两边都能够接受的。再来，部长，我期盼你在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您曾经也在这个会议室里面讲过，说你会跟日本的代表提出我的名字。是啊，是啊。有关冲之鸟礁，我期盼了7月28到现在也期盼了2个多月了。对，目前为止，你还没有把我的名字向日本的代表提出来。有啊，意思就是说还没有开会嘛。
那个私下交往有提过嘛？啊，对对，私下交往，你不是不不，因为正式的开会的在会前啊，有很多会前会要讨论这个会，所以在这个交谈中间呢，那个我曾经要求我们的秘书长啊，就是把委员的宝贵意见、啊我，那我就是让日方了解。我以为在正式的台面上，正式的时候，我想可能还会再提啊，对不对？正式的场面还会再提问，对对对，那我可能要再请。这外交委员会的徐伟，但是当然很重要，比较重要的，我知道好像是亚东关系协会还是什么，说快了，快了是什么时候？这个业内快了，我想就是不会让委员失望，不会让民众失望了。这个政府是很认真的在快的是因为这个因为月底吗？这样子啊，这个月底吗？要跟日方双方共同宣布。所以说是我们事实上原则我的了解是已经谈好了，日期也有了，日期是不会让你失望。7月28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对了，因为前段时间我也还记得说您谈的结果会让我们的我们的国人我们的移民乡亲满意。是是，我们秘书长才刚刚从日本回来，冲之鸟那边，我们在它的十二海里以外，我们也都可以去捕鱼。是是是，在钓鱼台，我们也都可以去捕鱼。对，所以我们没有承认它的这个所谓经济海域嘛，对不对？好，希望有美好的这个会议的结果。好，好，谢谢徐委员的勉励，谢谢。请马文俊委员。谢谢主席，麻烦请部长。请李部长。马委员早。部长早。嗯刚刚其实我们徐委员也有提到哈，也关心到，其实本席想要请教的是，就是冲之鸟礁的事情算解决了吗？冲之鸟礁不要只是以我们国内的立场了哈，我就想说他这样算解决了吗？我想我们的立场也很清楚，那日方对我们的立场呢，他们也尊重，这是我的了解啊。因为其实我们还是希望他要有很明确的，因为。它到底是岛还是礁？我们在其实，在很多的外交的处理上面，我觉得都不够好，这个然后不够明确。呀，我知道马委员的关切，我也非常了解，但是也容我向马委员报告，我说有时候在外交上啊，保持一个刻意的模糊啊，并不是一个太坏的事情。模糊没有关系，可是模糊不可以影响到我们的权益。完全正确，这个是不能影响到我们渔民的。今天的模糊不能吸收我们国人的权益，还有我们的主权跟尊严，这是大家常讲的，尤其是政府。是。那像为了我们的新南向的外交政策，其实我们推出了很多的政策方向还有手段，可是像这些我们的平等都不用顾了吗？我们给人家免签证，可是人家马上涨价，而且泰国看起来其实对我们并不是那么友善，那像这些都没有做一个妥善的事先的一个泰国我们也向对方表达，那他们告诉我答案就是说是不只是对我们，是整体的他对外的观光客他提高他的这个价格，他如果对所有的观光客，那我们这样就没有意义，也没有对等的状态。今天因为我们也没有对其他国家都免签啊，是我们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是特别对几个国家，尤其是东南亚，我们新南向政策的一些对象，我们释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友善的一个条件，可是他们回馈回来，他们反推回来的似乎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外交部没有理由就这么软的就一面倒的接受，我想马委员也很清楚，我们也不能只是听他的一个说辞。这个我们那个是跟泰国是事办的一个性质，结果我看到的数据是第一个月的这个成长啊，几乎是50%，是吧？更高的68%的成长。这个我记得在其实，在之前的会期本席也有提过，因为当初我们也是认为其实你的来源对象不要只有一个中国大陆，
那时候我们也有提过希望可以开放免签，可是那时候外交部的考量还是非常多的哦。现在是因为政府的政策方向，我们在很快的速度，今天我们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在很快的时间马上推动这样的政策，可是你有很多后遗症或者很多不对等的状态，其实我们是没有考量，而且对我们是有伤害的。我们不是只要这些数据增加就好了、啊，你要对台湾其实要有公平的对待，这是我们今天特别要提出来的。对，我们也认同你可以开放你的新南向政策，如果可以成功最好、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特别提出来了，谢谢马委员，希望外交部在这一方面其实还要再、有所作为。是。那另外，如果说为了平等，因为我们有很多驻外的一些办事处、代表处等等，其实虽然我们用这样的名称，就是我们的驻外大使，我们自己可以这样称呼，因为可以拉高大家平等的地位，那个我们认同。你用中华民国的大使，其实是可以尝试的，只要大家没有意见，我觉得都可以。可是我们德国的代表，我们德国的代表处谢志伟，他印的是什么？我是没看到他的名片，你。报告委员，因为谢大使是他们自己有跟印刷厂商在直接联系，那我们之前我们部里面其实也有一些相关参考的名片样章，那我们也有曾经提供给大使参考。他有没有印出来？他有没有印出来？您是说名片吗？对。可能他就直接取得了名片，然后台湾大使对不对？啊、他用什么？台湾的代表。他，我们他自己很爽，自己很嗨。他写台湾大使、啊，外交部认为妥不妥当？我想啊，这样子，因为是无邦交国家啊，无邦交国家，如果你有正式邦交，一点问题都没有。是中华民国台湾的特命全权大使。问题无邦交国家是每一个国家的容忍度不完全一样，所以说是德国情形。说老实话，我并不是很清楚。这个、不是很清楚、这个我们局长刚刚给我回来了。我要请教外交部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是适合、啊、他是怎么用、啊、他写台湾大使、啊、是不是那个局长来，局长，因为我们局长刚刚从做德国驻德代表刚刚调回来，是简单回答他是不是有这样印。是的。你认为如果因为现在德国人看不懂啦，如果有心的人特别把它提出来以后，对于我们台湾的外交处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他这样的作为，你们外交部以外交部的立场认为是妥善的吗？我想最主要就是我刚才说的，是驻在国的政府的这个接受的程度啊不完全一样。像有许多的国家，如果那个国家，如果德国有人抗议怎么办？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抗议，有没有？有没有抗议？万一有呢、啊？会不会对我们的外交处境有影响？哦，那个司长告诉我说，目前并没有接到。万一有，你要认为他有外交部，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对我们的整体外交会有什么影响？外交部必须要有看法，必须要有做法。如果你认为适当的，以后你可以这样印。对我们的台湾的外，对我们中华民国的外交没有影响的话，你可以随他们啦、啊。为什么你要让他参考？这就是一致性嘛，不要造成外交的困难嘛。就是因为是无邦交国家啊，就是每一个国家他的接受程度不完全一样。所以部长，如果有邦交国家，您只要告诉我这样的，他这样的做法恰不恰当就好了。因为说老实话，最主要就是看驻在国政府的态度了。部长，对不对？我再请教一次，你认为他这样的做法恰不恰当？我不是看驻在国，驻在国如果抗议，我们现在就惨了啊！因为讲老实话，我真的没看到他的。因为他有没有拿出去，我不晓得，还是他只是拿给有些委员看，只是拿给我们国内的。我们也是在脸书看到的啊。恰不恰当？这种很困难吗？主席，麻烦时间扣下来好不好？一直没有时间先暂停。
啊，那个我们司长告诉我说是，他只看到硬的，他的怎么用他都不知道。外交部可以这样子吗？因为讲老实话，我们外管那么多，那每个管的这些这种细节啊，说这是细节吗？在没有出事之前都是细节，出了事情就不是细节。你不应该做危机处理吗？你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如果它发生了以后，对台湾的外交造成很严重的影响。今天其实我本来只是要提醒，可是如果部长你这样的态度，我觉得你对台湾的外交太轻忽了。为什么我们现在面临这么多的困难？就是因为你们专业的没有办法好好的把实话讲出来。今天我们面临那么多的外交处境上面的艰难，他的做法恰不恰当？你们回不出来，怕新政府吗？不是啊，因为就是每个国家的情况，其实我们那个都是、我们都只是办事处。你写大使，是因为我们希望可以拉高这样对等的这些待遇。那你写中华民国大使也就算了，你写台湾大使，如果引起很多的不必要的困扰，其实这就是外交。你说出事以后才要处理吗？如果对方没有人抗议，难怪我们的那个岛会变焦啦。不一样吧？怎么会不一样？你很多事情都等到发生以后才要处理啊。那你就认为说可以？因为我刚刚只要一个答案，你认为恰不恰当？如果你觉得可以，部长你可以，大可以在这里公开的说，你认为没有影响。如果印台湾大使也没有影响，我只要答案。你如果可以说，你说台湾大使我也接受。我想以你的专业，我想如果对方能够接受中华民国台湾大使，那当然最好了。问题我不大相信他们会接受这样子。我只要问你恰不恰当，这是外交部的立场，不是其他驻在国的立场。看起来你们是回答不出来啦，还是有很多的顾虑啦，对不对？报告委员，我的了解，他的名片，从那个相关的资讯，后来我们的了解是台湾的代表，台湾代表。那当然，谢大使曾经也派驻过德国，那他也有丰富的驻德经验，所以我们也尊重他的选择。但是基本上，诚如部长讲的，双边关系有各同不同样不同的样态，不同的主态。那每一天每一天如果发生事情，要有人负责就好了。今天不要，因为你们答不出来，你们也连这样的指责都不敢，你连适不适当你们都不敢讲。我们的外交部真的蛮悲哀的。接下来我想再请教一下，ICAO 这一次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参加，然后我们也用了很多的理由跟借口啦，说我们靠蹲点来办参会。其实在20年前或者更久以前，我们很多都是用蹲点的方式，很可怜的，好像乞丐一样站在路口等着人家告诉我们这些资讯。我们好不容易经过这么久的时间，我们用活路外交，外交修兵，我们走到一步一步走到2013年，以特邀贵宾的身份参加 ICAO。现在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抹灭，其实它都是不争的事实。事实上，我们在2013年就是以特邀贵宾的身份参加了，可是今天又被拒于门外。今天你用蹲点的方式，你说你去请客，那我们其他的那个国际组织，我们也可以不要参加，我们都用蹲点的方式去请客就好了。我们去这样拿收集资讯就好了。这是我们所谓的积极的作为吗？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其实台湾，我们中华民国，其实我们面临的外交困境，大家都可以体谅。可是，当你是因为你的政策或者你的方向，造成我们的外交情势更险峻的时候，其实身为专业首长或者专业的这些官员，你们有义务、有责任。其实让我们的政府听到正确的声音，他们才能做对的判断。我希望其实这个是我们外交部，尤其是部长，您是非常专业的人员，如果连你们都讲不出来，如果连你们都不敢说实话，台湾的外交只会越来越困难，我们只会越来越走不出去。另外就是我们的那个可能财政外管的哈，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些看法。那时间的关系，我想再找时间再来讨论。我来专门给您报告，好吧？谢谢，谢谢。
补充介绍刚刚到场的哈、哦，我们国家安全局第三处的处长黄玉顺已经到场了，还有我们环保署的温室气体减量管理办公室的参事简惠珍，好，请蔡适应委员。主席，能不能请我们外交部部长就备询台？请李部长。蔡委员早。哎，部长早安。我想是这样子哦，刚才讲到这个名片哦，其实几次我们到其他国家去访问，我们的外管的人员都有来陪同哦。是。我有看他们的名片，事实上我是比较希望我们部长这边再努力一下哦。是。我看他们的名片其实是蛮混乱的哦。但我觉得不论怎么样，我希望可以把我们台湾的特色给彰显出来了。是的，所以未来我们的外管人员的名片，就像刚才部长讲的说，如果他可以用中华民国大使或者是台湾大使，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优先的一个方法。比起用所谓的台北经贸代表处，我觉得这个效益是好很多。为什么？像我也没住台北市啊，这感觉起来这个台北经贸代表处好像也不是代表我，所以我们希望他是用台湾或用中华民国，那当然，我觉得这也要给我们外管这些所有的代表处、办事处，也给他们一个努力的工作方向，我们一起去努力推动。谢谢好，部长，我们一起加油。好，好的。我想再接下来，我也想我们那个刚才我们国安局有来到现场嘛，等一下请国安局人员就备询台哈。就是从昨天到今天，我们许多媒体都在报道关于这个 IS 的这个事情，我想部长你也了解了哈。我主要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你。这一个函呐、啊，密函呐、啊，怎么会跑出来的？这个今天早上我跟国安局的杨局长也通过电话，这个他也愿意啊，这个展开调查，因为这个函有六个单位，手上有咖啡，外交部有嘛，对不对？对。然后你们还有发给谁？还有国家安全局、国安局，还有嘞，这个国安会、国安会，警政署、警政署，法务部调查局五个，还有行政院国土办公室，还有国土办就对了。所以刚才我们警政署不是说有人来吗？刚刚警政署有没有人来？有啊。那警政署就不，那为什么警政署说会没有收到这个消息？李科长到咨询台。警政署嘞？所以其实六月份的时候，外交部就把这个单位发到警政署去啦。警政署怎么？刚才你会说你们完全不知道？什么看新闻才知道？报委员，我是那个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的国际科，我们这边没有收，还没有收到这个名单。所以警政署收到公文之后就放到抽屉去？不是，他可能是交到保防单位。所以那你就说你个人不知道，你不能说警政署不知道，你这样讲会让大家误会，好像警政署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了。好，那我想说，好，继续部长哈。这个我想，这个后续会产生一个状况出来，就是说，因为69个人名单有被公布出来，然后那我认为刚开始就我的了解，好像并没有通知这69位了哈。那等于刚才警政署还有我们国安局的人也都来到现场哦。我想之后外交部会后能不能跟这几个单位再询问一下，是不是居然名单已经有公布的状况哦？媒体有报道出来。是不是我们政府单位应该要私底下通知这69人，可以找到人，要跟他们讲说他是被列在名单里面的。但这同时，政府也要跟他表示，我们对他的安全会做到绝对的保证。我想这个应该要做的事情。对啊，我想这个工作应该有、这个、应该要做，由情治单位来做。对，当然就是，所以说我刚才讲说，国安局我们的处长，我都要跟我六听到了哈。我想会后看你们协调几个单位来处理一下，因为我觉得如果都没有被公布，没有人知道就算了。现在这个媒体已经有报道这件事情，我认为就这个部分要让当事人有知悉的，也让他能够有个安全的保障、哦、那另外就是那个查密查说为什么这个会外流的部分，我想请相关的单位国安局说现在会介入调查了解嘛、哦、也去了解一下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好、哦，因为这代表我们的行政流程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对，好，部长，你刚才讲这个，容我多说两句话啊。虽然这不是外交部的业务啊，这是情治的业务。但是我是觉得恐怕对于情治单位最需要了解的是这件文件的真实性是什么东西。对，因为我是外行，但是我翻了一下，
我看这个东西我是有相当多的疑点，我相信情势单位的专业呢，他们会有更好的一个正确的判断，所以说民众啊不需要这个这样子一下子就紧张，就马上紧张起来，因为大家都晓得现在这种变造的东西非常也非常的多嘛，没错。好，那接下来我们讲到 IKEA 的东西，我想这里有一个这个最新的资料，我们的台湾在全球的国际旅客的排名目前排名第十二名，那这也是我要说我们的能不能请我们交通部的次长，然后还有我们民航局的副局长，次长您代表去参与开会嘛，对，那一起，就说代表着台湾在国际民航的这个重要性其实非常的重要的，我想我们的次长跟副局长我希望你都非常清楚了解这整个的状况。好，这个是民航这个 ICAO 的国际的官网啊，中文版的，它标题是写什么你知道吗？什么你要不要念一下？它是在去年可能本来是点 TW， 不是啦，我是说官网上中文的文字啊，就是No country left behind，就是不让任何国家往在遗漏啦。但是他就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会把这个一些在这个飞航这个飞航服务上或者是这个表现比较后面的国家，也希望他能够透过 ICAO 的这些组织会议，让他在这个团队里面，不希望他把他，也就是说让希望整体的国际飞航安全品质能够提升嘛。那我刚刚就讲了，台湾作为一个全世界非常重要的国际航空的节点啊，我觉得这句话写在 IQ 的官网上，我看起来格外的讽刺啊。好，一个全世界排名第十二个重要的国际航空节点，然后不能够参与 IQ， 我想副局长你去，我想心中有感触。结果呢，这个官网大大的标题就写说，中文还写说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看到我都想给他砸鸡蛋。这非常莫名其妙，齁，非常的莫名其妙。好，那我想说接下来这是国际民航组织新就任的理事长，齁。那我这边还是要讲一下的，我们前任的这个理事长对台湾比较友善啦。那这一任的理事长对台湾就不是很友善，齁。那我想我们次长跟副局长应该了解这个新的民航嘛，新的 ICAO 的秘书长，他姓刘嘛，对不对？中国籍的，他的任期到2021年没错嘛，对不对？齁。那这样子的话，按照现在的状况，我们在下一次 ICAO 的会议是什么时候召开？三年后。三年后什么时候？2019。2019年嘛，所以一样是这一个秘书长的任期喽。对，有可能。按照这个秘书长这么不友善的态度，下一次我们可能也是很困难喽，有可能。对，我想这个挑战有可能嘛，有可能，除非秘书长任期到了。卸任换新的秘书长，也许整个局势才有可能来改观嘛，齁。那我想说，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不过还是要请我们的这个交通部跟民航局，齁，这个相关资讯的搜索，或者透过其他有我国家愿意来多多提供我们相关的民航资料，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齁。那我觉得就这个部分，我想我不晓得我们民航局，我知道部长有写一个专文表达遗憾，来 ICAO 不能参与，齁。我想民航局在这个部分也要多多的来表达这样的一个意见，因为是交通部的下属单位嘛，齁。好，那我还是要说明，就是说事实上我们认为飞航的安全是超越一个政治的议题。我刚才讲过，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国家利用台湾作为航空的中介点，那如果没有被纳到国际民航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范围，我认为是有个问题的。好，那这个是你们交通部的里面的单位嘛，对不对？对，没错嘛，齁。这副局长你应该自己就是看过很多次了吧，齁。那我才是一句话，齁，目前来讲，你们对于虽然 ICAO 不能参与，但我们该做的民航安全准备的工作，我想做的怎么样？我想这个飞航安全是不能打折扣的，也不能因为无法参加 ICAO 就作为借口。所以我们还是会致力于这个遵守国际的民航规定，用我们的人力物力尽量去弥补现在所有的这个时间差的问题。 OK， 好，谢谢副局长，齁。我想到另外，齁，听说这一次有个重要的决议，就是 ICAO 做了一个减碳的协议嘛，齁。那这个减碳协议未来台湾的航空公司啊，在飞航的过程当中要不要纳入这个协议被管制啊？
因为我们的航空公司其实是国际网络都有的，对对，没错，所以是要遵守这样。如果他达成一个共识，我们是要减碳。那减碳这是要缴费还是要怎么去处理？现在就是因为我们没办法参加，所以很多人在询问我们对于这个议题的看法。那因为没办法参加，所以没办法他们了解他们的过程。那我们可能只能在后续就他一个 final report 出来的时候，我们再去研议他，了解他。那这个期间，我们也会透过一些友好国家或者是友邦来了解这个议题，在整个 ICAO 大会中他们讨论的一个过程。因为在其他的行业别哈，有时候减碳通常都是缴钱的方法，或者是用种树啦，或者是要求列一个工作指目标嘛。那因为我台湾没有参与 ICAO， 我就不晓得说这样的一个协议如何适用到台湾的航空公司，可是应该会用得到，不然台湾的国际飞航路线可能会受到阻碍嘛。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再拜托像民航局的副局长要特别的重视这件事情。那我相信可以透过一些支持我们台湾的一些友邦国家，也参与 ICAO 的国家，也请他们来做会后的提供。好，那这个部分也要拜托我们的次长，我想这也是您督导的业务范围，再请您加油一下。好，那接下来也是请我们的外交部部长，不好意思不，因为这个最后我还是要请教一下哈，这个之前也一直跟您谈过很多是关于 APEC 的事情哈。这个11月份秘鲁的 APEC， 我们台湾的代表团组团参与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我们代表团的团长确定了没有？团长已经确定了，要等到总统公布就对了，是不是？好，那这个团长现在确定到总统公布，还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意外状况产生？应该不会有，应该不会了。也就是说，现在外交部的作业大概已经确定了，就等总统正式的公告。对，公告我们的团长。那总统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要公告？按照惯例，应该在10月的上旬。10月上旬，所以很快了。今天5号了嘛？对啊，那不就是这个礼拜或下礼拜了？应该是。可不可以在这边先透露一下？没有办法，不行啊！哎、大家都很想知道、欸，不是你的权利，但是你知道是谁啦？我知道。好 ，OK， 那就到时候请我们总统再来公布。那除了团长之外，团长不能公布之外，其他的人员有哪些部位会参与？很多。那比如说像经济部李部长会参加，经建会陈主委会参加，政务委员邓正中会参加，这都是固定的这个成员。他们都会参与吗？他们都会参加。参与的时间大概是一个礼拜。不一样，他是从有最早开始是什么？资深官员会议，然后部长级会议，然后最后到领袖的会议都有嘛？所以三节中间还有一个 APEC， 就是企业家领袖的会议。那台湾也有企业家会议参与吧？这次我们是派了3位，有3位，这个可以先讲吗？高志尚董事长、骆怡君董事长，还有张宏志董事长。好，这3位就对了。这3位在文创啦等等都做得还不错嘛，对对对，所以各有代表性，各有代表性。有这个金融的，有文创的。另外还有传统产业。OK， 好，那我想说，因为对 APEC 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性的领袖会议哈，那所有的大国的亚太的大国的所谓的总统啦、总理等等都会参与哈，我想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状况，所以部长那个部长，你觉得这个案子是没什么问题的吗？这案子没什么问题，是会员，对对，所以我们参与都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所以国人要对我们这个 APEC 的参与就有信心，不用在网络上以讹传讹讲什么我们去不了、或干嘛，我想没有这个问题嘛，我们绝对可以去嘛哈。好，那我在这边还是最后来跟部长说一下，就是说请到时候总统来公布之后，那我们一起来给他们最大的祝福。 好，部长谢谢，谢谢蔡委员指教。等一下，在江启臣委员咨询完毕，我们休息10分钟。好，请江启臣。好，谢谢。请主席邀请部长还有国安局的代表。李部长还有翁处长、黄处长。国安局刑事警察局。国安局刑事警察局李科长，江委员早，好，部长好哈。是那个昨天新闻啊，我有看到在报道说，英国的反恐处密函说台湾有这个被列入 IS 猎杀的名单。是的。好，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电报呢是6月29号驻英国代表处用密电送回来的，因为内容呢是牵涉到情治单位，所以说是我们在第二天呢，当天呢就透过密电把这个资料
转给五个单位，然后第二天还办了一个专函给五个单位，所以把所有的资料都附在里面。这是六月份的事嘛？6月30号。现在已经是10月份了。对啊，经过3个月，你们的查证到底这个资料正确性怎么样？这是谁在负责？哪一个单位在负责？外交部只是负责转公函，真正国内在处理的单位是谁？是反恐办公室，还是国安局，还是刑事警察局？委员好，我想就我们国安局处理的状况给委员报告。我们你们有在处理吗？有，我们在处理。我们得到的信息比外交部还早。你们比外交部还早？对，我们是由国际合作有关。总统知不知道？知道。确定？确定。好。是。所以你们掌握这个资讯？是。然后认为这个资讯是错误的？跟委员报告，实际上我们对他所列举的人员名单啊，有做一个清查。哎。有一半以上是不存在的。是不存在的。对。那这个资料因为是在2001年。2001年，这是2001年的资料，那为什么到现在才给我们？那是国际合作友邦，他从他那个网站，从网站拿到的，所以他第一时间给我们。好，这个衍生一个问题，我们的国际反恐合作到底合作到哪里去？对不对？而且是用公文密函传回来，传回来一个2001年的资料，已经过时的资料了，哈，对不对？现在是2016嘛，那是15年了。15年之后，突然，密函回到外交部说有这样子的一个名单，然后你国安局又去查证，才说哦，这是2001年的。所以，我们过去十几年所宣称的国际反恐合作，我们都知道美国反恐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911之后，911是哪一年？2001年，就是2001年嘛，对不对？这2001年以来的国际反恐，还有国际恐怖行动，已经演变多少了？然后我们用密函送了一个旧的资料回到台湾来，然后我们就去查证。所以我想问的是，那我们有没有新的资料？跟委员报告。当然，这涉及到机密。可是我必须让大家知道说，到底我们对新的资料有没有掌握？有掌握。有是不是？尤其因应2017四大运。好，我们更是紧锣密鼓在四大运，当然，我想不止四大运啦，我无时无刻都要做相关的这些反恐行动啦。没错、哦，是。那我请教一下国安局，到底对这一类名单也好，还有台湾有没有被列入 target 等等？因为这个今年以来也有媒体报，就是说，你看最近他们美国开的这个所谓的坚定决心的这个他们发动的这个作战，他的那个国旗里面又把台湾列进去啊。对不对？委员报告，实际上啊，这个就我们现在的情势来说，说好也是好，说不好也是不好。为什么？去年啊 ，IS 已经2度，将我们的国旗啊列在那个名单里面。列在名单里面，对。今年美军啊，把我们列进去。礼拜天嘛。对，10月2号。把我们列为坚定决心的一个坚定的伙伴啊，盟友了。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你说好还是不好啊？对不对？因为没有国际的宣传嘛。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议题。所以我想请教的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美国，对不对？是。你也没办法控制 IS， 我们能做的就是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是情报。是。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单位能够掌握这些情报啊！我不希望15年之后出现说，15年后然后给你2016的名单了。我们有没有最 update 的？我们有最新的名单，确实有。我们有没有人在名单里面？台湾有没有人被列入 target？ 我们目前没有接到。目前没有。目前没有。还是不能讲。真的没有接到。真的没有啊、没有接到、如果不能讲，我同意你不能讲、但是你如果讲没有，就是没有。所以真的没有。所以目前台湾来讲，我们是没有被列入这个名单，就是说他们要 focus 要 target 的这个名单了。好，谢谢你。谢谢。当然，这个就涉及到什么？这是反恐，接下来是 Interpol， 对不对？是。国际刑警组织，我们加入这些国际组织的功能啊、目的啊，部长你应该很清楚。当然。
我们一直强调有意义的参与，从过去到现在也是这样。实质的国际的现实，我们理解两岸的关系是有压力，所以我们诉求的当然就是在功能性的组织，不止 ICAO， 包括 Interpol， 包括 UNFCCC， 包括其他的 WHA、WHO 都一样啊。所以即将召开的 Interpol 这一部分，我们没办法参加。对对，按照他的这个规则，因为要执委会的一个共识，那中国大陆跟俄国都是他的执委会的。如果就这个层面来讲，我请问一下刑事警察局啊，没有参加对我们来讲最大的损失是什么？是最主要哈，他那个国际刑组织有一个 I-24/7 的一个通报机制，通报机制嘛。另外呢，还有他一些资料库。他目前的资料库也都不断的这个在扩建哈，包括、这些资料库是什么资料？譬如说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护照被窃的这个资料库，这个资料库对于这个旅行文件啊，对于我们防范这些外国的犯罪分子进入我们国境呢、是很重要的。好，那在没有办法参与的情况之下，我们有什么管道可以突破吗？目前去拿到这一些资料吗？目前的话，我们因为没有办法直接连到他的资料库，但是我们对于特别的个案的话，可以透过我们可不可以透过美国拿？我们会透过这个其他那个日本中央局，向这个秘书透过日本，对对对，我们还是可以查询，可以查询，但就不是说我们没办法直接主动的去查去。那我们的资料能不能给他们？目前没有这个机制。目前我们还没有这个机制、所以这个就是在国际合作上面，我觉得外交部还有我们相关的单位啊，有时候应该是可以主动啊，我们不是单方面只要人家给我们，我们能不能 offer 给人家？对，比如说你如果刑事警察局，你愿意提供完整的 database 让国际来参考的时候，是，我想他们是有需求的、对对对不对？对，我记得这个部分不是只有说反恐的部分吧，是的，国际的犯罪啊，刑事的犯罪这些等等的啊，还是有参考价值。所以我是说，在国际参与上面，你面对这些对岸的压力、国际压力，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当然那部分涉及到总统他的方向问题啊，除非他改，否则在我看来很难很难，接下来的这些国际组织很难有实质上面的参与啦，所以你双边的合作，你怎么样去突破，就变得很重要啊。那我们比较遗憾的是说，你在多边没办法参与，你的双边其实又退步啊，这就很麻烦。为什么？你拿 ICAO 来讲，你说 ICAO 没办法去，你在加拿大外面开双边的，或者开一个晚会、开一个酒会，就每日也不给你捧场，每日也不捧场。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打击蛮大的。如果今天多边没办法进去，美日等大国愿意在双边、愿意在场外给我们加持，那还可以交代的过去啦。因为那天正好是美国也开酒会，所以说部长这个是借口。为什么这么讲？如果今天美日是真的挺你的话，不管派谁也会来啦。不要讲说他们刚好在开什么会啦。不来可以找100个理由，要来的话，没有任何理由都一定会来。就算你不开，他也在场外帮你讲话。你没有双边，他也在场外帮你讲话，对不对，部长？外交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你们应该很清楚美日的态度。所以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什么？当蔡英文总统说我们要力抗中国的压力，他今天也接受《华尔街日报》的专访，他也讲不会屈服在中国压力之下，没有错。面对中国的压力，你当然不能够屈服啊。可是我们想问的是，请问谁跟你一起来力抗？你自己单独力抗吗？最后是你自己单独力抗吗？还是美日等国愿意跟你一起来力抗？我觉得这部分要交代清楚。如果所谓的力抗中国的压力，是能够有其他国家跟台湾一起力抗中国的国际的压力，那外交部你们当然就有琢磨的空间。可是如果今天总统讲出来只是嘴巴讲，我们要力抗中国的压力，结果是最后
单独力抗中国的压力，其他国家都没有跟你一起力抗。你看 ICAO 这就这样子啊。如果今天 ICAO 没办法进去，其他国家愿意在场外跟你一起力抗中国的压力，这个外交部我们基本上我们还给你肯定。可是最后是落单变成单独面对中国压力的时候，这个不止我们在国际上面变成是败退，国内上面大家会觉得怎么这么孤单、哦、而且我们跟其他国家的关系会不会受到这样子的阴影的影响？比如说梵蒂冈最近说他跟中国关系很好，虽然短期内我们不认为北京跟梵蒂冈会建交，可是中长期某一天我们不知道、哦、所以部长，当总统讲力抗中国压力讲得很简单了，可是如何力抗，部长你要告诉我们，或者你要给他建议、啊、不 我想这样子啊，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许多理念相近的国家给我们很多的，可是要有实际的行动，不能用 lip service、这个、我想那个美日没有参加酒会呢，的的确确我们也相信是他们之间的确是他们的日程在冲突，那我们的这个旅馆他们还要特别走出去一段距离，这个来回都需要时间啊。那在这次啊，有许多理念相近国家给我们的支持，说老实话从外交部的角度来讲我们还相当的感动，也非常感谢他们。可是我们不能只让这一些支持我们的力量只停留在嘴巴上面讲，是啊，同意同意，如果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我们很担心今天联合国大会的总辩论，今年是三个友邦，友邦哦，是友邦哦，对，已经是变成历来替我们发言最少的，那明年怎么办？后年怎么办？啊、哦，所以力抗中国的压力，不是只有台湾单独力抗可以有所效果的，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单独力抗中国压力的后果，最后变成我们单独，我们孤单，然后变成其他国家跟我们中断关系，不管是邦交还是实质的关系，这个是国安团队要去预防的。我必须讲，现在国安团队真的非常的烂，啊，这不完全是外交部的问题，整个国安团队在方向上面、在预警上面、在情报收集上面全部不及格，所以放外交官在前面单独作战，没有任何的 information， 没有任何的 intelligence， 也没有任何的 direction， 这才会造成我们今天在国际组织上面的挫败。从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到现在，下个月的十一月份，我们不知道还要挫败多少次，我们不知道还在遗憾多少次，这是国人的感受啊，部长，我告诉你、啊，我知道，但是事实上我们做过所有的调查，内部、国内的调查。大家对蔡英文总统最不满意的就是在主权、外交、两岸的表现，这是国人最不满意的。所以他今天民调下跌，国安部门、外交部门是有责任的、哦、不是只有纯粹的内政啊。我想在国安团队方面讲老实话，我们是不晓得花多少时间在讨论、在研究，所以说是怠惰是绝对没有。误判呢？我们认为如果不是怠惰，就是无能。我想大概对不对？如果那就人要换啊，不然怎么会做不出效果呢？一个总统的国安会，部长你比我还清楚啦，对不对？美国总统依赖的两个人嘛，一个叫国务卿，一个叫国安会秘书长了，看他走哪一个字啦。他如果相信国安会，他就国安会就讲话大声了。相信国务卿就国务卿讲话大声了、啊。那请问小英总统现在相信谁？这要问总统啊。我的感觉是，那他相不相信？相信，因为我也经常看到他，经常跟他报告。他相信你吧？我想他相信我，不然我就不会在这个位置上。那你应该去当秘书长、啊。我想我坐这个位置已经很辛苦了，能力就如此了。对啊，不然我觉得啦，如果这一个国安团队，没有好好的去整顿一下，你们外交部也很难做事的、啊哦，好，辛苦了，谢谢。好，谢谢江委员指教。
休息十分钟。我们两位长官。老朋友了，好认识啊。很中肯，没有讲的很中肯，没有错，对不对？不能参加，但也不能打折扣，虽然不能打折扣。对啊，对啊。谢谢了，这次在加拿大也是，那一个不高兴，其实也弄出个局面了。有人想象，当然了，有人想象好了。不去的话，那你这整个都冷掉了。没错，没错，没错。那以后你这个火怎么烧啊？你接下去三年之后，没有错，没有错。三年之后你怎么样去烧这个炉子？延长了这个。
好，我们会继续请我们的赖世宝。主席，各位先进，请一下我们李部长好吗？请李部长。赖委员好。来，李部长你好。外界看你跟你自己看自己啊，你应该是道道地地的外交职业官嘛，就职业外交官了。做了三十六七年了。三十六七八年了。对，我不知道有没有八了哈。对。那么以外交官来讲的话，大概一辈子的志业啊，就是能够当到部长这个位置。老实讲，你也当到了了哈。对。也当然，这个一开始我就已经以前就把你恭喜过了哈。认真讲起来的话，外交应该是没有颜色的了，为了国家嘛哈。对，应该是为了国家利益。应该是没有颜色。可是你不觉得？从赵丰金的事件，你看追溯前朝的官员这样子无限上纲，前行政院长詹善政就说这是道道地地要拖马政府下水，所以呢把那些人这个移送监察院，移送监察院如果认真讲起来的话，如果认为有事情那就移送剪掉了。为什么不严肃剪掉？就是他没有办法掌握到一个什么确切的资料，然后就推出来对声律的，特别是对那些什么扣音节目有交代了啊，对不对？大家总是认为国民党一定要洗钱，天哪，怎么居然有个金管会主委这么老实摊出来说国民党没有洗钱？你当然要下台嘛，对不对？然后从这个下来，那大家就讲说哦。老男男，这上次很难念了、啊，这听起来音很像啊。老男男，你刚才听说你刚才只承认一个男了、啊、哈，老你不承认，男也不承认 ，old and blue 你不承认了、啊、哈。没有，没有说不承认了啊，还是承认。没有，还是你承认，我只是说是 old and blue 是不是？这个老啊，哎，讲老实话，这个定义一直在变。是。那最主要是你自己的经历。跟你自己的头脑有没有？你今年还没有七十岁嘛，对不对？还没有到，所以我说还没有老嘛。所以没有老，我没有感觉到。好，现在你也被点名，要把你拉下来啊！因为深绿的、绿的，什么人才没有？财经人才可能缺一点，政治啊、外交啊、国安的人才啊，号称很多，所以啊，就紧没了。你听懂吧？紧没你听懂吗？台语啊，紧没了，这样的人才紧没了。所以，请问你心里有没有做好被请辞的准备？对我来讲啊，我是一心为国家服务，只要国家认为说是还需要我，我愿意服务。如果国家认为没有需要的话，这个我太太会很高兴我回家。啊，没有人跟你开始接触说，哎，你最近是不是我看起来？什么地方有点那个？是不是？用身体理由讲，还没有，还没有跟你接触。没有，只有好多朋友跟我讲，所以你最近看起来又老了一些。啊，好多朋友，啊，但是他没有暗示一下说可以去向太太报道了。我每天晚上都跟太太报道。啊，好，那个代表体力还行啊。这个呀，部长啊，我替你担心哦。是，谢谢你是我的朋友、啊、我知道你会不会说 morning happy 这时候被请辞。我想让你我接受这个总统跟院长给我的附托，那我当然是全力以赴，是不是？因为从赵丰金的这件事情已经看得到，包括今天早上这么离谱的一分钟就这样强势通过，这个就是代表蔡总统的角色已经变了，他不是蔡总统啊，他是蔡主席啊，一声令下，你看，程序完全罔顾程序正义，我不知道他今天急什么。我想在外交这一块，一立休的事情，他也可以慢慢拖，今天一定出门，今天三更半夜，为了搞到晚上十二点再通过也可以啊，他为什么急着这个样子？就是急着向蔡总统。蔡主席交代变成是这个样子，然后罔顾程序正义，以前骂人家半分钟，现在变成一分赢，他也
无所谓，变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得到，这个政府已经完全被生力绑架了，蔡总统也 hold 不住，所以几乎可以看到未来就是只有颜色没有专业。这时候李大伟李部长，我感觉你来日无多。是，因为我平心良心讲，我37年中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国外服务，讲老实话，对国内的事情我的确是有很多疏忽。我听不懂，我不是很了解很多事情，很多事情我不是很了解。所以当然我想这个以我的了解呢，这个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总统对于这个总统林院长对外交部都还很有信心。我们的建议呢，他可以说是超过95%都接纳。有独派的绿色团体在抱怨你，是啊，对于台湾陆联的工作，对，没有认真做，你要不要说一下，让你解释一下？我想，外交啊，就是一个可能的艺术啊。如果外交致力于一些不可能、梦幻的一些方向的话，就不能称之为外交。我作为外交部的这个首长，我跟我的同仁一起共同努力，我不愿意看他们把他们的时间精力、放在不可能实现的一些梦想上面。所以也因此呢，你的意思说、这个、我一定要务实，你的意思一定要专业判断。以台湾的名字入联现在是不可能，以现阶段是没有这种可能性，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去努力。对，你讲这句话就会触怒了这个绿的团体的。那个是，但是我要凭我的专业说话。另外，我们来看哦，教廷的现况怎么样？教廷的现况，讲老实话，已经教了大概超过20年了。我还记得我在当次长的时候，有一天过农历年的放假前一天，我还接到戴瑞明大使跟我打电话说：“哎呀，状况不好了。”这个讲老实话，我一个年不知道是怎么过的，是不是？那个是1999年的事情，离现在也有17年了，对不对？那当然，我并不是说是状况依然好。这个教廷有意思跟中国大陆发展宗教关系呢，是一向他们的夙愿，对不对？所谓牧民的一个理想。当然，从这个宗教的接触到外交关系啊，是有一段的距离。最坏最坏情况，万一他们真的就建交了，我们是不是也努力追求跟教廷不要断交，来一个双重的，对他来讲叫双重的承认，可以吗？双重建交。以我们的了解，大概或许从。或许有的教廷的人士主张，就是说这当然就是他们这个牧民这个牧灵的这种观念呢，仍然会持续。台湾有300万的这个教民，他们还会继续照顾。因此呢，可能据说有这种所谓叫做宗座代表的这个构想，就是教宗。我知道，没有，你没有回答问题啊。就是所谓的教宗会采取双重承认吗？我想这个不大可能。是他不愿意还是老共不愿意？我想这个对方不愿意。老共，这个压力会很大。这是教宗要做决定的。红，如果以红灯、黄灯、绿灯来讲，这个台湾跟教廷的关系，现在目前还是绿灯。绿灯，目前还是绿灯，没有进到黄灯啊？没有进到黄灯，还没有，所以不用担心。目前是还不需要像报上所写的那些东西。好，你请回好了。我们请一下交通部的次长吗？班次长，那位好。来，次长，请问你哈，这个我们要新政府要南向政策，新南向是。可是大家都了解啊，新南向有一个指标很重要的，就是那个很多的联航啊，所谓的廉价航空公司啊，对，我们该叫 low cost， 嗯，这些非东南亚的航线联航，它现在一个一个都几乎都没办法支撑下去啊，就这样子，你怎么样？就是你怎么样去想？从交通部的角度来讲，如果搭配新南向，如果让这个联航，它的
他的生机做起来，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跟委员报告哈，现在对这个所谓的 LCC 啊，就这个廉价航空哈，我们有几个做法，一个不完全是本土的，像这个福航本土的这个航空公司，国外的像新加坡啦、香港啦，甚至日本、韩国这些，这个所谓的 LCC 呢，我们有两个做法哈，一个是透过这个航权的分配，鼓励他们从台中跟高雄往南走。啊，往台中高雄往南，因为桃园机场基本上它的容量哈，已经有点超过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凡是来台湾这个 LCC 的话，原则上现在的这个降落费呢，我们都把它降下来，吸引他们来台湾这个飞的，等于飞两岸也好，各地的航线。我没有听出来，我没有听出来你这个做法跟南向怎么连起来。刚讲南向，所谓南向就是台中、高雄飞往这个，包括这个越南啊、柬埔寨啊等等这些国家了。嗯，哎，这部分呢，我们还是想看到交通部有更具体的做法。这部分来讲，几乎没有看到，好不好？你提一个，事实上除了好不好配合南向，我还包括之前外交部跟我们这个大家合作的，包括整个的。好吧，你把资料给我一下，好，谢谢。是，谢谢。交通部，请把资料给赖委员，也给本委员会的委员。请陈廷飞委员。谢谢主席，我们请部长。陈委员好。部长好。是。部长，我先了解一下哈，现在大家一直都在说 ICAO， 我们并没有去接收到这个邀请函，是的，所以我们变成没有办法直接参加。那我想我们还是必须还原一下，就是说在三年前 ICAO 的部分，到底我们真的是有直接受邀参加吗？当时以我们的了解是受到大会主席的邀请，以这个宾客的身份 guest， 就以 guest 列席嘛，英文是 guest 列席，是的。所以就等于说，我们当时只是一个列席的角色。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在三年前在 ICAO 其实也是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最后我们会变列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当时的政府有接受了一个中国才受邀，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的了解是，当时呢，这个的政府呢，跟对方呢是有一些谅解。那实际的交涉有一些默契与谅解，应该是这么说吧。对，实际的交涉的状况，我们在党卷里也看不出来。所以我们在党卷里面看不出来。可是如果依照我们把之前所有的资料，因为 ICAO 这样的议题，其实大家都非常关心。对，我们当时候其实也谴责过，在三年前在 ICAO 的部分，当时候马英九政府接受了一个中国受邀，然后以列席的身份 guest， 当时我们也反映这样很危险，因为它会变成我们自我矮化之后，我们的下一步我们会更困窘。结果现在就发生了，现在就发生了，他就用这样的一个压力压迫这一个邀请函，很清楚。也就是说，你也要承认所谓的九二共识。那我必须再说，其实现在九二共识刚好国民党自己可能党主席之争有点混乱，所以连九二共识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九二共识是什么。也有说一中同表，也有一中各表，然后有一把他的政纲把它拿掉的。所以其实我们都一直很担心说，过去因为这个政府错误的一个讯息跟错误的处理，让我们现在我们要走起路来真的更加困窘，我们要走出我们自己的路啊。
所以蔡英文总统才会说一定要力抗中国的压力，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是我们的价值，这也是我们要坚守的原则。所以现在 ICAO 目前状况已经是事实了嘛？是的。那现在气候变迁呢？气候变迁这个 UNFCC 啊，目前我们的了解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以工研院的这个 NGO 的身份，用观察员来参加他的所谓这个 COP meeting。
请大家坐好，继续开会。请中嘉宾委员，中嘉宾委员，中嘉宾委员不在，请陈雪生委员，陈雪生，陈雪生委员不在，请赖瑞龙，赖瑞龙，赖瑞龙委员不在，请王定宇，王定宇，王定宇委员不在，请古拉斯尤达卡，古拉斯尤达卡，古拉斯尤达卡不在，请肖美琴，肖美琴，肖美琴委员不在。好，那我们现在休息，明天继续。刚刚有我们罗志正委员、李淑妮委员、王定义委员、刘世芳委员提书面质询，请列入记录，并刊登在公报。